式，是靠墙增强我们核心力量的一个体式。屈膝将髋部、臀部都贴于我们的墙面，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辅具，就是砖，要夹在我们大腿面上。如果是胖人或者老人的话，我建议大家把砖的横面来夹在腿的中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咱们再夹这种瘦长的一侧。双手可以来到扶墙、推墙，也可以扶到髋或者大腿面，都是可以的。双脚向下踩地，我们的腹部向内收，侧腰向上延展，后侧的背部去贴墙壁，对，让我们的骨盆也很好的保持一个中正的体位。骨盆是平行于地面的，不是前倾，也没有后倾啊。好，吸气，呼。这个地位呢，我们要做的是俯视呼吸，吸气腹部向外，呼气腹部向内收。好，这个体式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长长这样待一下，会在每一个体式之前作为一个加深核心力量的练习，也是极好的。吸气，慢慢的放开砖，伸直双腿，离开墙壁，再次来到山式。会不会觉得现在站立在地面上会非常的轻松？好，以上是为大家分享的一节站立的课程。Namaste。